楚王玉米收获机，吸收国内外成熟技术，根据不同地区玉米种植模式，优化割台和剥皮机结构与参数，其中包括东北专用机型 4YZ4、 4YZ5。 收获机械产品关注的是收割效率和收割质量，古王系列产品就具有收得快、收得好的特点，让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做到的。对刀式拉近滚摘穗技术，在保证摘穗过程中秸秆竖直进入摘穗通道。此外，摘穗装置实现前端摘穗，不易断秸秆，并对秸秆提前紧切，减轻切穗机的工作压力，提高效率。同时对生运器进行了加宽优化设计，提高了果穗输送能力。在动力方面，配置动力强劲的160马力国二增压发动机，采用中冷系统，使发动机散热更快，工作更稳定。发动机双向动力输出的运用，使主传动结构更加简化，同时在工作离合器出现故障时不影响机器行走。以上设施减轻了发动机负荷，使故障率下降了50%，作业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。机器采用4.3立方米大容量果穗箱和大容量油箱，降低卸梁频率，加长作业时间。割台采用更贴近地面的低背小倾角技术，加强收获倒伏作业能力。长倒锥防护罩有效防止果穗落地，割台增加排阵装置，实现断秸秆自动排除，果穗不会漏摘，大大降低损失率。摘穗板与拉近滚优化组合，可靠摘穗，减少破损。剥皮机配置10对螺旋铸铁滚和橡胶滚，以及5组柔性星轮压送器，同时改变剥皮滚表面形状，使剥叶更彻底，对果穗的损伤更轻微。排穗滚采用软接触形式，实现最少阻力、破碎和落地损失。生运器风机借鉴航空发动机叶片结构，以涡轮高速旋转式提供更连续、更强劲的风量，实现非常有效的排杂功能。产品还采用先进的茎秆甩刀式环田机构，刀片排列合理，可减少震动，附带合金层，耐磨性和可靠性极高，延长使用寿命。100毫米以下的秸秆粉碎率超过了国家标准7%，环田效果更好。驾驶室设计依据升力和热学原理，采用特殊造型和材料，实现降噪、隔热、减震，效果较同类产品更好。密封驾驶室采用270度视野云弧形设计，可随时观察周围有无障碍物及收割效果，随时调整工作参数。采用能有效阻燃和减噪的豪华内饰，座椅随意8项调节，并针对东北气候配有暖风，更加人性化。此外，可选装 GPS 卫星定位系统，实现作业面积、亩产量精准测量，并及时获取作业信息。多路传动监控保障转速稳定，整机工作性能更可靠。组合仪表增设水温、油压、油量报警功能，更加人性化，操作更可靠。采用汽车倒车雷达，精准倒车距离，安全可靠。底盘配置1000系列或加强型同步变速箱，加大差速器、镍核桃换挡，优化传动比，主轴和左右半轴直径加大，提高可靠性、作业效率和行走速度，并降低油耗，使操作轻便。转向轮配置越野轮胎，附着能力更强，排出泥水迅速。
王玉米收割机，收得快，收得好，以专业技术打造高新产品，为用户带来最大收益。古岭风云，王者天下，全球收获专家，古王奇瑞农业装备 Cherry。